电视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佛法的修学，读经随笔，六度四摄，无慈心者起愚痴心，好杀戮者起大悲心，生嫉妒者起随喜心，有爱着者起能舍心。诸兼贪者起布施心，多骄慢者起持戒心，嗔恚甚者起忍耐心，生懈怠者起精进心，诸善乱者起禅定心，于愚痴者起智慧心。无怨恨之教是为佛教，无争讼之教是为佛教，无诽谤之教是为佛教。无执自他之法是名佛教，无讥讽之法是名佛教，善教善导随仪之法是名佛教。多疑者，一切世间出世间事皆不能成。疑法不能学道，疑师不能尽顺之，疑智则非学识。生此三疑是障道之根本。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乱，精进无为，吾保此人必得道。
若乐闻法而不厌足者，故不可思议法。闻法者，对说法人作依王相，作拔苦相，作说法甘露相，作醍醐相。说法者对听众作圣解增长相，作预病相。若说者与听者能如是用意，皆堪少龙佛位，长生佛前。于三学中不能善学，但以多闻因缘轻视他人者，世人则为障碍善法。非但以多闻能入如来法，如人水所漂，聚逆而可死，于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如人设美善，自恶而不食；如人善方药，自己不能救。佛法贵行，不贵不行，但能勤行，众寡闻亦先入道。宁当少闻，能解意昧；不愿多闻，不了于意。愿作心之师，不以心作师。虽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如人说实，终不能保。
听法功德出生死中最为第一。入佛法海，以性为本；渡生死河，以戒为传法。读经随笔，佛法大海，性为能入，智为能度。又云：性如手，如人有手入宝山中自在取宝，有性亦如是。入佛法无漏根，力觉到禅定宝山中自在索取。有性而无解者，增长无明；有解而无性者，增长邪见。性与解圆通，方为行之本。信心为听法之因，听法为信心之因。闻正法有因，为尽善有也；尽善有有因，为信心也。其信心有二因，为听法与思维意。一切诸功德以性为使命，于诸宝之中，性财最第一。若人种善根，疑则花不开，信心清净者，花开即见佛。若能信解离骄慢，花心即得见如来；若有残取不净心，意结寻求难止欲。
人持佛名，不生血弱之心，有智慧而不惭取，常在诸佛前。譬如善见药王，灭一切病；菩提心，灭一切众生诸烦恼病。过失犯非恶，能追悔为善，是名照世间，如日无云翳。宁至破骨破胸，终不随心作恶。前心作恶，如云覆日；后心起善，如炬消暗。若人造重罪，作以身自责，忏悔更不造，能拔根本业。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若能如法忏悔者，所有烦恼悉皆除，犹如劫火坏世间，烧尽须弥病大海。人断铁去子而成为器者，器己精；好学道人，去心垢染，行即清净也。心性本净，诸过为垢，以智慧水洗除心垢。人所作善恶，有四神知之：一者，地神知之；二者，天神知之；三者，旁人知之；四者，自意知之。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坐落于台南市归仁区，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映入眼帘尽是绿油油的田地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风景秀丽，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以及171头猪。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从门口望去，右边是猪只们的活动空间，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天地。两者虽属不同物种，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稍稍接近围栏，狗儿便奋力摇尾，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热情的招呼从未间断，展现出活泼的天性。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谋面，显得有些退却，羞涩地蜷缩在角落，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使人发起怜悯之心。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丰硕亮丽的体毛以及健康的躯体，并恢复与人亲近。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舔手回应。而在另一边，猪圈通风的设计为猪只们挡住酷热的阳光，驱走不少暑气。猪只发出的声响也不分轩轾，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享受着午后的微风；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栏外，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并举起短短的鼻子，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令人深深感受到，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及灵性智慧节。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中华护生协会广邀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话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十年同念，知恩报恩，水陆三界，起见法界无遮大圣会，普愿四方，平息世界极易诸灾难，遍及五洲，回向有情身心皆安乐。由延藏僧团主办，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协办，日期2021年10月31日星期日到11月7日星期日，法会地点3好国际饭店，地址云林县斗六市斗六五路35号，洽询电话台中总部04-2242-2002，台北土城讲堂02-2262-6222，云林无为讲堂0905-067-717，延藏僧团培训中心05-590-1072，划拨账户适应可划拨账号07-69-5488，请注明水陆法会报名。法会报名义工参与，请洽各处讲堂，敬邀您共襄盛举，同沾法益。哇，宝宝好可爱啊！谢谢。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产检，希望我们的宝宝也可以顺利出生。哦，那你知道今年7月1日起政府推动的扩大产检服务吗？扩大产检服务？对啊，为了妈妈和宝宝健康，
产检次数从原本的10次增加到14次，产检项目也增加妊娠糖尿病筛检及贫血检验，还有2次超音波检查哦，要定期产检哟。印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接下来请